1月14日，湖南卫视歌手2018首期播出，汪峰、JZG、张韶涵、李圣杰、李晓东、朱延盖、张天七位歌手全数亮相，展开首场角逐。其中从英国远道而来的实力唱将 JZG 凭《Domino》众望所归拿下本场第一，超高水准的国际化舞台呈现大获好评。首次来中国参加歌唱比赛， JZG 的第一场竞演完美诠释了何谓国际范儿。竞演中 JZG 轻松自如，一秒点燃现场气氛，稳定的发挥让许多网友都感慨，这哪是来比赛的，这就是演唱会现场啊。而节目播出不久，七位歌手微博粉丝一夜间狂涨，而 JZG 的微博粉丝也涨至24万，热度高居不下。随后 JZG 更在微博发文 Thank you China，